我现在就想知道王庆来到底想干什么。大家能包容的都尽量包容了，可是现在因为他的原因，导致现在律所一年损失200万。都是我不好，就是我没叮嘱好他。你要我说多少次你才能知道，他是他，你是你，这事跟你没关系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庆来。 日子能凑合还是得凑合，你听见没有？要是不能凑合了，可得把小豆子拔着，那是咱家王家的命根子。我现在就想知道王庆来到底想干什么。现在因为他的原因，导致现在律所直接丢失了这个客户，一年损失200万。 再好好想想，你追回来是不是想跟我离婚？你就离吧。那就让他辞职吧。我没想好怎么做，你让他自己选择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 现在我终于想清楚自己的未来是怎么个活法。我现在有目标，有奔头，也有责任。我知道劲儿该往哪使了。以后我就不叫你关律师、关主任，我就叫你关大哥，行吗？我要抽200万。 吃不点多呀！开这客栈，那万一要是赔了，那咋办呢？就这么干等也不行啊！搞旅游，你好好干啊，做出点样子来。我们今天在这儿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方圆律师事务所，永远是你的家。我真的觉得我运气太好了。